饿不饿呀，儿子？饿。饿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披萨。啥样吧？除了披萨还有什么呀？没了。没了，没了就饿着吧。寿司。继续饿着吧。汉堡包。接着饿。炸饭。我太难了。在马来西亚住排屋呢，你就有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些可爱的猫咪啊，它就在你的车或者是前面或者是上面或者是底下，所以呢你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。不过它们都很聪明的，你只要一发动汽车它们就会跑了。今天艾伦要带大家去的呢是一家华人的茶餐厅，茶餐厅里面呢有一位60多岁的老 auntie，他煮的纳西拉玛，还有客家的炸猪肉，还有人当鸡、人当猪肉、咖喱猪肉、咖喱菜等等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有住家饭的味道，很有阿妈的味道那种感觉。随着马来西亚的疫苗接种率越来越高，同时呢每日新增的确诊人数也在逐步的降低，那么现在已经开放给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呢可以堂食的，因为还没有到14天，艾伦现在还不算是完成了接种，所以呢只能打包。Hello, Andy 啊，我又来了，这个时间又来完了是吧？今天没有人了。今天没有人了，好啊。我开给你啦，来啦。辛苦。来来来，开开开。这个人当。啊，这个人当。鸡是吧？猪鸡。这卤肉。炸肉，这是鱿鱼，这是鱿鱼，鱿鱼这边叫松冻啊，叫松冻，看住那些喽，这个米粉没有了，咖喱菜，这个是咖喱鸡喽。OK, 我要两个，有一个纳西拉玛的，一个普通饭的。你中国人来这里做生意还是住这里了？我住这里了，我小孩子在这边读书啊。那你 YouTube 是玩玩呐？对呀。就是兴趣了，爱好。那如果我们要看，怎样看啊？要看。我放出来之后，下一次我告诉你啊，怎么看？我还会再来的，再来我放出来之后，我告诉你，给你看。那安迪多少岁啊？哇！啊，60多了。这个是纳西拉玛。纳西拉玛。这个纳西拉玛。全部要啊。啊，多要点那个汁。是这样。对。安迪是祖籍是哪里的？中国什么地方的人？祖籍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人？福建啊。像这边每周休息一天吗？这边这星期几休息啊？两个礼拜休一天啊。两个礼拜一次，这个星期二、星期三。来，还要什么？
要黄瓜火腿。虾肉要瘦的，瘦的，瘦的。煮饭，我看看，全部人都会看呐、啊。啊？应该我的那个什么？你的 face 还有啦。啊，有啊有，差不多9000多不到9000的。哇，这么多啊？没有，不多了，不算多。大9000呐、啊，啊，很美啊。对对对。对要鸡蛋吗？要一粒鸡蛋。要瘦的，瘦的要少。那么中国人不是吃肥的吗？啊，我家就会比较在意这个健康的问题，就是少吃肥的，不要吃那么多。你做什么行业？我啊，我是做摄影师的。摄影师呀、啊！啊，是是是。好像人家要结婚，叫你去录影那些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那、啊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哇，很美啊！整美美的给你。好。这个。好，可以这个。安迪就每天早上几点出来就到这边了？哼，5点就来了。5点多就来了啊！哇。那很早哦，每天自己全部自己煮啊，这些4点多更早了、啊、然后基本上到下午就收档了，是吧？就是没有做晚上，晚上有做到晚上，到晚上也有做啊，都是你一个人啊？8点也是到我。哇，16块，那很辛苦哎。我再要一点那个什么啊，人档很美啊。要这个要什么？要面啊？这个咖喱菜，哦，咖喱菜一包啊，一包。你住哪里的？我就住在那个甘大侧面那个排屋。甘大。啊，上面了。啊，那个。上面了。不是上面，甘大旁边了、啊，旁边。哦，旁边。哦，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后面是高尔夫球的那个吗？啊，什么叫？啊，忘记了。够吗？要多一点。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嗯。好、啊，再多一个这个。嗯。那边叫 Canada Garden 啊，不是 Canada Garden， Canada Garden 那个是比较大的那个，我是住在那个在那个比较后面的比较小的那个，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住的那个。我有朋友住康乐Garden里面，我没有住那边。你老婆做什么的？我老婆住家。住家在家，这个啦。对啊。啊？要多少？10块。5块就够了。5块啊？要鸡蛋吗？十几粒鸡蛋，另外的。不要。肉丸。OK。5块嘛。OK。很好吃的，很好吃。我很喜欢安迪煮的饭，所以经常来吃。你吃来了。嗯。一直拍我，我难看到要煮这样老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不要啊。OK OK OK。人家看了都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OK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给你钱。OK。16、20、25啊。25啊，好。平时有的看跟我讲 ，OK OK， 没问题。我拍了之后要把它那个剪辑出来才可以。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Okay. 是为了把它杀病毒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就把它杀死了。
你可以倒一点那个，哦，你喝的那个水啊，那就喝那个水吧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啊。好吃啊，好吃，多吃点吧。可是它这个色颜色的这个就很烫，然后白色的就不烫。这边的颜色的米饭有点不太烫。